做媳妇，你丈夫是啥子来处？就请他引到地府见你哟。Thank you.
我家的妻风骨，少爷这娘因此欺压你，见你高抬贵手放不了我。嫂嫂，这姑娘开门啊，这姑娘她开门啊，这姑娘。我咋回来了？陆大夫，要是要来，要来。我腿上流苦就发了，只得向东家高家回来。哥，看侬啊，淋着一身的雨，我去休息一时，来等侬看看。好，阿哥。三姑娘，辰光不早了，侬也去困吧啊。啊，阿哥。去吧。
为文举光灯去，好日一在我的灯，空茫几人在清客心，昨天女方不与我，却明天走在文举里。在家两人东少爷，老婆子公啊用在里，一地牛就在地板上光地，在做桌子高地板，厕所里敲板我敲，举动用在里，是方子能生两样。明日再苦力气，昨夜人到爱人到，什么依旧挂在我桌子里。小杜兄今天日来东，家境贫穷家去，来无我这里问你两个娘，在家走来了条我家里都叫你招呀，你叫你不说话是招呀，好日要来了，小兄都叫保重，盖上再见。小公侬请我送送你少爷，你少爷去，那我告辞了。
呀，侬快吃吧。哦。你这小子能哪能嘛？好苦啊！丢呀，我怎么这样吃？小子，我也是吃了吧。吃了丢呀，那我毛病就会变了。小子吃吧。看侬一趟，嫂嫂，嫂嫂，
阿嫂。嫂嫂，嫂嫂不要哭了。阿嫂，不要哭了。嫂嫂不要哭了，阿嫂。嫂嫂，你现在喝有用啊？嫂嫂，这里有银票五十两，拿去买半身银。我今晚正趁杭州去杭州订房，三天之后就来接侬。不是，走吧。啊。问清告了的爹爹今早读大道，要是那爹要不再把口供上，反而为下门户的屋，门户的屋是哪道？你有亲亲好屋吗？你爸爸的儿子爸爹哎呀妈亲啊，你个宝贝啊，我一直是亲兄，我哪能想着吃白饭呢？妈，爹爹明儿女高有生为高，亲个自己孩儿性命难保啊。妈，侬快请爹爹退堂，进来商量商量啊！哎呀，妈呀！哎呀，这个宝贝啊，侬起来起来，侬不得你那个伤心为娘好吗？明白？哎呀妈！快起来，叫老春来，过来。幸亏宝贝要是有啥三长两短，叫我老身哪能办呀？本欲坐堂为救，侬哪能叫我退堂了呢？老春才，我问侬，侬怎个可是想把菜谋杀亲夫一案啊？不错，正是此案。你可是奸夫之首啊？你倒是什么？就是侬的亲生儿子。哈哈，错是，错是我来报替的。王到我来为这人民关心的儿媳，我替你分担嘞，我替你分担嘞，快想办法救你心肝好宝贝，可是只有我大妈会听我说喂。上次一生是你。
身往内一改，隔壁是四大口供人，我只能偷几碗十八碗饭。你这是个老身材，上什么糊涂骂什么呆，隔壁老娘花银两，你头上钉子胡子来。明儿你陪过好几位，哪一位分得你麻烦不多呗？凶手今日听上次来到你，今日得了你呀一球呗。不是不是我，大堂外今日见恩外后就太大。嗯，他太太是外甥高才老夫子。你来的真是时候，请坐。不管不管，位置差差，有红差钱。老夫子，我家老爷并不待你怎样。哦，自从一家亲自受助。那好，一家人不讲两家话，你可知蒙杀个小偷的凶手？啥人啊？这个正是这个畜生啊！师兄，人命关天，哎呀，正当儿戏呀！老夫子，如果你能保全我儿子的性命，我送侬门你二千两。只能保全小不才的性命，我再送侬二千两。啊！老夫子啊，哎，古人云，仁人之托，众人之事，四千两纹你，我就不说是故事，正确，以护心母，以护心母，正确啊，不要紧，东木，你可曾在耳机中看到甲方一字，是非一通。你把这个腿是滚吗？你是哪一样？没有，难道把他送我？哼，一起养奶我，再苦问我奶。我当两口头两口子，他一当将我背。七品顶大绝里绝，他又笼络众生来作对。谁问谁在无此谁这名儿？真是一伙羡慕的好机会，我要割去他的心绪。送他命，要吃几头猪肉喂？不能被我一样来磨，哪壶金盏大菜一套来。哎呦，是聪明哟，关键要是用巧机会，来临三春。不来迟，管教他们的屋来个几位？妙哉呀，妙哉！今日是东木他他亲自做两老夫子。这一叫是立在举城叫谁哟？来人！到。说去见阿爸，将有关高玉中的私信押往李东各兵一同到来。好，走。只会接不动门，倒是亲不知照顾他来。命无真是冤枉啊！有病有成后来冤枉，冤枉。
你可以的，的私信亚华啊。亚华是士兵送的，士兵乃是你的真心之父。你们既然能冤枉你少爷，姐夫我只要奶我奶了我一套子来。是他最能屈服的灵。今日无意空待，姐夫必是要来。不不不，姐夫乃是四爷老爷儿你之六子。明天无意归位之日有当受将一生。我告诉你，马上就在那样，来不与你少不了一路开道。娘奶她是辛苦举人供啊名色，不是平民小百姓，功名可以尽同在，却不为多下轻放生。第一第二嘛，娘奶无女的也是我辈子叫得做梦，陛下好生清发落，苦盼容易无伤人，大日呼叫叫了呼了，这就叫苦苦救命啊少爷。是他为什么在呢，眼中他儿当日用来报答的，娘奶她是也是古人记得嘞，多谢你苦心不负你。为什么不负你？叫不叫叫不叫？你身为永保心里的老本，你的心思我明白，不操个内务只为你指令，不操也要听他的。叫你吃苦头再亲，他生死离别，你也许我是模样，苦苦的真心苦为人。
是有一些生气的人，我发的令我不懂，我许是呀我是真，功名可取又会复仇，心头落地难重生。姐夫，是是，气管气管，小李公请上座。为身官放肆。哎，小李公乃是贵客，亦有不如之理，请。来人，看座。啊，小李公请。公主请。乃是有何大能？干劳公主之妻啊，不受礼，真是七世不忠，斗智有骨。乃吾当面几日之事。哎，今日将是为我讲的，请小立功高中苦功去，乃真地狱之光，本应刀斧亲，乃因公务繁忙，乃以分身当面之请的。公主一同请。公主归来时今日来此，有何公干？哎，是来来喂，只怕本欲自命方自断发出，唱一声又出了一张名，两小立功必有所分。为臣刚中上任，为臣非礼，是一母的一母遭，何不知？吉利吗？吉利不能那清楚不以小立功高级当死后自知啊。阴间门人必有接父共门。是要在西蜀路接父等全部一共成就配你那接父同之人其实在命运好。好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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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就有公干，为臣哎哎，小立功，既然是这回请小立功平衡轻身，本局也不到支持，外请不令自交，大方死而养老养平衡轻身，请公主亲笔请，来啊，打打个鼻子，打个鼻子，是。爹夫在那心呀等着生，听见他儿等动着走，有只有吊情你和，看来已经杀两口。可便是口气大老爷松银可便是你丈夫中毒身亡，生命关系一同叫苦，一女出手聚众轻重，姐夫是谁送是家来，咱们姐夫是告啊，
一方新举，正为朱泽镇避风之日。再无所功，真丧。引炮来呀、啊，催引军走。杜老爷，衙内府与我通奸的事，朱此事创立镇镇镇家主，夸将你丈夫死无败诉，送个将来。我丈夫在德武方中大呼吸，九月你三十风儿，今天乃是为长的家庭无敌一拉中天，衙内无事真家来走起，我丈夫不要吃个毛病好。吃了下十月初八病丁丁，是否也中啊？多不小姑为人听爱听，大姑是我中了计，为我老家牺牲。杨红，这是谁？我是恩人大叔叔。来啊！将这兵打下，自己保身。自己保身。要你李保身去见过杜老爷。杨乃武松开药房，可在你店中作去。喂喂，杜老爷，这家三天啊，都在本人店里拍的。哦。杨乃武还亲自来马铺批账。哦。只有你是上场苦主。嗯。都披上乃是知名度吧，岂可是一马车？好，喂喂喂，杜老爷，嗯，我因为呀，小李一道高明，哎，他是用来割割割牙，哎，所以叫你干嘛？啊！是心虚有意图啦，请公主之意，难道请他一面之事？哼，上一道接触后人口，你恐上有人真不平，让你狡辩不热恨。有意图，你听我亲身讲，下面对一报私政，像我杨柳平一家命令，两年内我不打高子了。杨啊！你是来自有如去死无门以后小小军人竟敢逍遥放啊，来啊去啊，滚滚滚打你公子，你休得一时之事，一旦以公子于天下，那你就会死会义。到好厉害个眼来哦，将外甥克劳公三人，今天有罪大当，难道我真犯了大罪不成？来，将他拿下！堂堂一方金主，谁敢妄动？哼，丈夫忠魂一下，功名当当不屈。
小的百姓尽管在堂上张牙舞爪，来啊，拖下去总之是胜。凭什么当？今次是你亲笔下，不是落在白纸上。是你的天使外头听，一次做成太极将。明日我的势力，某安小主压中下皮松。我是天不去隔壁日，岂肯让他与小主配人当？不可之人外人命，与美无子敢争当。昨夜分明是你嘛，人生不争取一在公道。此制度作为真，当得为君阴谋藏。我提到东家里，家中岂肯下皮裳？你凭这虚荣你呀，也能使人性命丧。最多的用意我把人命丧，你是满腹的无草不当。这便是一将的少年，凶手休想了发梦。不是定于刘备，一头鱼龙上着当。分明你锅包石头是怪计，压刀杀人将我欲望。刀背松关你先长望，生死他去与我丧。要弄我弄死我，要弄死牙被刀，就走得快走不飞。要大风下出忙大丈夫，走出的来死不成。Yeah.
进归后，一路与宝孝公让。来，洪亮将军。好，我与狼打狼，二步七杀。那不兄，看来张坤衣裳俱备，又知你于死地。以小弟作计，不是神气招你，你是比牛之空，敌人一定为你立命上诉。走，好，好，来啊，打一阵。走，女造命偷共打。我迎来是国家父，自苦乃何人解脱，举起脸的心明白，待等啊痛苦几年去上诉，一起比来天尽重，弟子红色真相大发与你同不顾我的心我身遇到我风下苦难难，谁当他却当人造无娘哎，进去吧。
呀，妈妈。小辫子，妈妈叫我做啥？那家里有人来看我了。家里。兄弟呀，那副心思本是来杀光我，我还是回身去得见他。那家里有人来看侬了，是啥东西啊？我是师傅里来走路。少爷，啥地方得错过侬啊？侬却得身败名裂，走进牢狱之苦。侬这个没良心啊！是，你少爷哪能放过我呢？叫我千万不要难为小姑娘。难道侬在忘记了？姐夫嘛，侬不要生气啊！姑奶奶，如今你娘家在你家中。也是我家少爷生银子才能马贵人里一人了想，想不到你恩将仇报没良心啊，快见我家少爷你肯我家年轻总是越来越多。
哭啊，老爷，你在哪能弄？如今脾气临三年我爹也可一切要真的也真是两心相称可他们却有名贵不宁宁不归那是家里上的爹夫啊我是来他命运同生Thank you.
有我生父养父人，只要两家平和喜，日子就好尽。大爷，有钱人是鬼推磨，官上文章偷财贼，贼大气要为政，上下当今不如今，反来逆来，一生利我还有哪？祖父大人也聪明，一支银票2000万，这首诗密报军旗送你们，今朝这等为何下？不定官司报我赢，报我赢。一壶两斤，我真该悄悄你的后裔们，碰到哪位？怎么能鸡毛海椒？好，老爷，老爷，你这里头一包军机，大人可以为我？这是嘛，大人是家召集营子，定能进退，发到成功。第二大人，老爷，我们到楼下楼去喝几盅，一下子不忘。我你是自家兄弟吗？有话别客气了，这啊，请啊！好一个英雄，杨乃猛虎斗勇，终于到，有请落雨兵阵，大笑苏轼道。你从死者中，至今却在风风雨中喊起雨来，真是王昭坑爹。启禀大人，杨乃武总比孟虎大夫，这是冤枉。二位，都大队伍，你堂堂招宁伯伟。今朝得罪海宇，而并他人是无私。嗯，走啊！哪一个王八蛋，他能插个身子里？报告。夸奖啊！启禀大人，王上堂上都是反腐违心之言，该处问的三位巡抚大人乃是亲戚，故而得罪海宇，并无他人公事。既是本府乃是亲戚，你就不该背锅。杨乃武实是冤枉啊！杨乃武实是冤枉，那个教徒之位中毒身亡。难道是他自己？我都不能为了。走啊！仗义之道，好戏不做啊！打定不落帽子，有谁他娘的酒？隔壁人，你那杨乃武通奸，可是啥人啊？爹哥，娘母杨氏少爷，市面的成就为生之事。不过，这就是了。既然通奸是啥，丈夫又被毒死，不是谋父大夫也是通奸谋民。你快走来，冤枉，来走，走个啥路子？来啊，快答应走。走是不走，希望再走，冲到了走，走阿妈，希望没法顾及，送去隐居，将他混心。Thank you.
不走。娘子，是衙内孟府等我。爸，乃是外父，马上听府。爸，与那衙内我好分两个。今又变成谋杀听府了。好人，他日是非死无常。今日是个刁物。源于出身，葛文清告你谋杀亲父，你到底养那副谋杀的物？今日又说你是谋杀亲父，今日谋杀亲父，为我那日不走。走啊！为我那日不走。这无非是为了开脱养那物。刁物是慈禧龙朝廷命官，真乃贪恶不肃。请大人从中的用意。来啊，用意。命他挖工。两个兵打架，打呀来我打。各局呀来我，可见三位亲戚大胜呀来我，各兵已经叫你走，杀你们负责我。有功待三次，冤枉！什么？又来了个江北公啊，王八蛋！青皮大人，乃我所读诗事，作为主持那种上级的诗事，王八蛋是阔音之下却大声少，今日为王青皮大人禀拜少请。什么禀拜少请？想反攻就是反攻，果然是个刁俗棍。来啊，快走一走。什么鬼名堂？杨大夫，龙虾啊，听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平山过客，如今是你们在大堂；一个是张罗作家高中生，一个是与陈伯父姓王，一个是阴阳卦气太邪教，三人坐地来分赃。好的名官为发迹，好的人民学口当，你强求无无功力，无有冤枉得难当。Thank you.
英雄。
气，怕是怕你同老王犯一难考。你有同苦去，你也懂哎。你名下的心如风，这一年我尽心恳求他人，只是能不得到你恩的重。天下乌鸦一般，你无敌心仙门痛，我把弟弟挖开用你，哪能生你发鬼痛？何况你是玉莲，弟弟呀，我真应你去很苦痛。我这个男，爱恨兄弟也细，你不用去孤岛中，哪怕昏迷是恭敬三弟，就像从宋人民掌手接下，吐出我兄弟心，他是万般不可能的。弟弟，休要悲痛，我一定要见你这个，让你亲笔写一张奏章，娘女心。他引不到命也一把啊，纵然我不能生育离亡，让我养来我养能家族上长子，吐我一口冤气。我问你，那等一下啊。东家大嫂，他俩。家父兄弟呀，来不举世闻名听了事，我却当人这场改动，只看情妇啊守护官，官下里去偷步，堂堂公堂用兵，到如今发过兵太血尿，马就生的兵功里，刻骨铭心个地步。弟弟呀，你千里迢迢进东去，
你奔波，一朝一日能同居，那心情的你，弟弟你莫是真空，在天天亮。Thank you.
京交往啊，把我太苦恼，哪里无风内把金棍乱勾结，虎视眈眈，王都在朝中大雨草，一代雨一人风雨，我被真人列当朝。你夸夸与我西带他，小外在家里太糟糕，下人王亚人心头为接派你下老苗几高，王亚有个新日文背着军备照明了，无奈背着财书一只起，你与我少来这一套，五军勾当不济事，你头上钉子又来崩，背着苦是无良心，非是我十君之落不如方，老中家是你计谋高，身为一日西插刀，莫非是两场就背靠祖宗堂，他一路接着当不了王爷，祖宗堂他是衰老鸡，李鸿章太渺小，哼哼，老魏少是听我三分胡，放心吧，内功是由我唱腰。他夫人啊，他夫人，看来我兄弟永无他的世人，阎王啊！夏老头子，啥人在后面哭哭闹闹？难道不知我王爷在此逆身吗？王爷。飞哥听他好像是个武人，哎嘿鱼啊嘿鱼，王爷这不像人，那样来为儿控制杨作印正在肃气，好啊夏老的子，你少真不是两车不行，到了家中搞去包来子送来了，王爷等于飞哥听众掌握十分不活，所以你将此事两包哦，莫非武大人的锦囊妙计就在此儿？哎呀，王兴老弟真不愧为该臣御史，真是明察秋毫啊！哎哎哎哎，哪里啊？您当啥个衙役？又要通通快快讲嘛！王爷，你背着气机这样来为儿，真可利用啊！是啊，只要能身为杨昌景一匹稳的。用他一下也不哭，王爷命他，王爷这是杨宗英的嫂子，洪秀康众生之礼，命恭喜，王爷恭拿来个哭，好啊，官官相护，草菅人命，村长也千万，夏老头子十八年时日，我立刻就到宫里去，请他先把那椅子收回来，收回等命好重生你。这次本上我真来，你可记住那一股两条命里第一位啊！吴军哥当先的哈，分什么那股第一位？王当今十二位，你的将来有障碍。老王啊，这啊，王爷，听我这代就不要再去不是啊！哎，今朝把劝我了，等大功高升，再好好的劝侬一顿。王爷辛苦了，我倒没有什么，不过倒是便宜了一股杨梅。来啊，起丁本与门放高大，
刁民于人，大上堂来。那大圣去刁民于人，大堂来。Thank you.
生爷李来啊！江苏党镇上来到，到是。钢琴上鼓，来啊！打开城门，再四打。女王大人，女王啊！大人，命我区区三爷，命在虎岗，为我大人安身。两家太家。那你？华江树上被松上来，再有披着你有五招之意，休想争吵。家走过，我是心事苦不言人。
乃吾兄弟他有志气，苦读书书就朝进，为人真的受乡里，敢为他人抱不平。谁知道乱了自由官，二弟结下仇怨。同时你去开苦局，弟弟心上就共鸣。两家祖上有谁得，得中了巨人为专门，已经用贵都欢喜，而家头就看来听，谁知落去身不退，杀生大武松天降临。都是我个小徒弟了，正在打粮皮，请我弟弟把兵开，不要治病给亲。他几个家都贫苦，四成结牙成虎泥。你看两次毛病好，弟弟到山人去慰问。不如小徒生我孤弟兄，命运个问情。命运落在仇人手，家道杀人气横行，苦闻贪官了一道，又骗我弟弟兄阿们。我只也总有偏方，无来就是地保证。也公开我兄弟，第一个功名而充闻大当的神，真火天一次功当用白银，莫负得我手的定，却打胜招苦功名。我为弟是去上高，指望女却能生平。二者知府与女配合战的是一个情，我望也是去上书，六月兵生也不清。今日我二者同生日。平武衙门出状人，无奈万代与你代出席办事来为证。我虽该看小不睬，求他反公刚正直。百姓无耻三大气，老板为钱气和气，贪图张人来出来不问口供金用银。只因靠上个非是他想反公正人。黑锅旗人海地洋，五路配置业，防护军营控制通路，出关护法通证，一路辛苦送下你，公会自然配置业，防护总营造不让飞行在异乡间，护法手里几百三个门道心，都是王子皇帝的，为母弟弟把一生，两个弟弟争我，为王大人要开恩，明星高一辛苦你，飞行送你。祈祷叩祭大人多大年纪六啊我无法发誓六大年纪为何招来此地为听大人杀养的五十日欲望啊我要不信老师老师报告就请替大人禀废御愿本无大圣上，这名圣上在应顶的奉下大臣女士高上人风声一人敬一人小宫虽是少爷哎今天内务与母问寡人嘛欠爱地快为日趁早为早心爱为高兴老夫妇将家地出游留子堂急忙哦哟哪里哪里我们的同志革命啊那好老夫奉闻该臣女士王姓要这样那位有贵人于礼物大金融神老夫夸相顾问立志差吧哎呀动我这是为事那人无法哭相了老夫老夫夸相顾问立志差吧
今朝可有知己好友啊？有，我有啊。是你的什么人？是我大妈姑姑，叫林国基。他在今朝做什么官？哎呀，伊不做官。伊是刑部差头啊。哦，好，刑部差头。好好些了啊！哎，这个小小差头有啥用？有用，有用。好，程咬金，他堂的师兄，这起车马小马腿。好，是不你是分头正派？哎呀，多谢老夫。双手开开生死路，一声跳出飞门，刘子达就外朝西，滚他妈石头去朝西。来啊！扎，十余行余六十铜金去扎。奉大圣旨意，十余行余六十铜金去。六十铜高进，六十铜高进。你去二八进去，对，我要报门而去。扎，备走，领地同高进。领地同高进，备走，这刚是好师傅与黄宇之语。领地同车进再回扎，对，与黄宇迷离假打针，与黄宇两难无一人是你出身。此情有人来本部堂告你公报私仇，却爱效力，你恐知仇？贵州真敢却爱效力，也来我蒙古大部乃是死者，为王大人命差。浪下听声，扎来啊！扎大爷啊，来我扎！从大城区大爷啊，来我。将他送进扎，这句言内靠近三位亲亲大圣。德阳人在本武堂上进口出生路去，叫声真归我说公道，这是女婿姓大何门。哦哦，我大清王老民哥乃道有礼问姓当子，许康与出生就是名分姓当，那此次说来你是却当人上是你爷我外后当当公明我啊，余在后世王在哪里？请大人仔细审核，每一堂可供并落。杨来母，这张公的不知名，对对等等下苦因，无功之上龙与婿，因是何法与？那这是在哪里？我天上乃梦里大真西，儿子刘英母天的李大真西是这定，可因王子真真真一马一死大事人呀，这张公的有两样，在大西堂上可供应，今日不是呀，你会平日平日我阿傻女人，一个平时过客，可可苦因好傻女，苦因好听无心学，可贵的定是学你的。好一张女子，两难无，
这张公台出身头，与行与堂堂一成人。月的继父，二母继父，继母继父，二子继父，看起来并无半点与光景。回望他人唐玉背背着的，你为何将杨乃武却当人背之不顾？哼，身为七品之余，苦等文下的正是却当人长，今日看不出来。为替大人等一礼望。大人，杨乃武人称杨刀鬼，自小耍弄鄙人，为王大人命长。是的，欲望比真样。背着女人经营，好好，来人啊！扎将杨乃武打下，打个定，上他扎。大哥，放心放心，你不打他，你要小心点。北部各地子客气这位大人，各地你上次因何中毒身亡，送上招来。乃是杨乃武满腹大怒。不，既是杨乃武满腹大怒，为何在大喜堂上非公三日猛杀亲夫？想你不用大怒，两年不肯招你来啊！扎，与我用刑、扎。有功无功，杨乃武满腹大怒。圣从八圣圣，你醒了？醒了。我有。松手，招来。杨乃武满腹大怒。二八圣圣。我有。将他松引，两个鞭子打下，打个腮骨，上打扎。大哥腮骨长老，哥腮骨高兴走。哎呀，老何你啊！杨五三把刀，快快举我来叩击他。金箍堵了杨。你叫个腮骨。哎，是啊，我手下大奴，应该叫个腮骨啊。师生与你早早通奸。时辰害死你家兄长，爷爷送着招来。啊，俺们叫我讲，阿哥，阿大事情啊。休多啰嗦，快快讲来。哦，老爷不要心慌慌，听我从头来告诉。姨娘为啥多难念？只有我兄妹人两个，人人叫我三姑娘，阿哥就叫个小徒，大哥名叫别小姑。从小来做娘心话，阿哥开店开不起，要帮人家做豆腐，不帮就在东家大，离开厂地万里路，三日两头回转来，磕磕撞撞望望我，阿哥到底哪能行？叫哪个要伴吗？我老伴吗？我。哼，小小年纪也是个刁我丫头。想你不用赢嘛，也不肯招你来啊！大与我容易赢大。咦，这个门人好不行啊！从头招来，快走！走，快走！四出八阵，走！可以冲吗？敢冲！再走二八阵，走！你们可以痛吗？你们疼。再把手机，再把手机，走。你们可以痛吗？哎呀，怎么这么痛吗？你们痛。你不
堂。王爷息怒，快王爷息怒啊！王爷，嘿。应付上司，嘿！大堂用银插火刀，哪有谁被你真不叫？内瓜鬼让肚皮，应付首席一头走。抽一两我有责任，是不就是夸翻语音刀？应付他的那一股，应付气，应付气。嗨，你大惊小怪为哪条？王爷。飞车去吃刚吃方子，正闻到刘三龙有一位心灵的内地人进到场。哦哦，看来就是邻国基地的无奈，你要替我逆败不输。哦哦哦，我上了车。哦，王爷，王爷，这边我还能将隔山谷打进京来，他们的关系一直得逞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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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为的是防范征求发忙的，那个非是怎么从我这里我，我们不如要共会一醉了吗？为你无根提名的，那女子可公造，那狮子背不到，莫怪本王不轻鸟王爷，真是靠我做不停。同志一定能开窍，我立即命人去报，一举成他几分晓。是我人家王爷夫儿过来。嗯嗯嗯，好，就招此英子，立即正拜王爷尊礼。让你报错一顿，到明天那是要恭喜你了。今晚吃了的头上，明天要做刀下鬼。杨乃武，杨乃武。不要发呆呀！我呢，就有个新郎人要来陪陪侬，侬等着啊！去台上风尘一地心，为何悲苦为人放的，放的有的心。唐城，我必走过一道此际来，
林荫细细送秋色，官府的用心尽已猜。这天是你，难道是下酒的人来得待？杨乃武啊，杨乃武，一心生计待客。
家妹，本生家爱得好苦，我到我苦，我为啥要死苦呢？到如今久病伤心，既来是这时成不了一己之敌，这是我今夜的空花心。今宵不得与我去去纵了你一笔心，直到你
Thank you.
希望了，你为啥到底不肯讲？刘家为兵母，那样子风当也能讲。话我一时太糊涂，受人欺骗大人当，他们叫我我听，大家的心里不为伤。我弟弟曾经恳求过你，请你背教于我，在大西地北东等，你为我刚刚也不讲。快快叫我在大西当心灵花离不高，我要开工不正事，你离不得他应了。王明清查到这当夜里曾经我教育了，王明清查无知来通通作弊找领导，你们口供细的事我有冤枉不能讲。同胞弟弟滚定在他是你不用自告不当，一目堂堂在生门，你为我妻子也不告。苦问贪官刘吉龙，叫我不要害冤枉，这他儿子为了我大令三顾告不当，银幕大道进宫里不能三顾受礼告，正月朝你儿小李二百姓命不当，自古大拿用大印，云龙洞察帮我忙，因此我也中了计，银幕大道为人告，这是他来哄骗我，原来是说应想想告不当，现在真相已明白。是是是是一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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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为真相大发，四万六州送万金报仇，应当处斩。万州刘吉龙发配从军，四亚第十名投江二十一武动追究，浙江总管将官一些，不奉三一。
得心他风里苦。Yeah, man.